啥事？是不是你跟我闺蜜说的是我男朋友啊？我没说我是你男朋友，我说你是我女朋友。一个意思，一个想你说，想你说。不是，哎，打吧，打吧，真得劲儿哎。王小倩儿啊，你说你到底爱上我哪儿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那你不喜欢我哪儿？我整还不行吗？那你得推倒重建。你知道我心目中的男神是啥样的吗？啥样的啊？那得像我大姐夫那样的，热心、善良、有担当。你大姐夫那些特点我都有，热心、善良、有大当。哎呀妈！我听你说话怎么这么闹耳朵？啥大当啊？那叫担当。啊，对，担当，大当和担当他俩啥关系啊？我跟你，我就说不清。我大姐夫来了，我让你看看啥叫担当。啊、我学学。街坊邻居们，今年夏天热不热呀？热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尤其是上岁数的啊，晚上睡觉可不能整宿整宿的开空调，知道吗？吹一宿啊，容易把身体吹坏了。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，我媳妇大米粒啊，在超市煮了一锅绿豆汤，欢迎大家去品尝，免费的啊，好不好？大姐夫，哎，王小倩说她学你啊，大姑父学我啥呀？你刚才那套业务我都行，真的还是假的呀？真的。你要能行的话，我可欢迎你到我们物业当义工啊。哎，别吹牛啊，你要会啥，你给大姐夫展示展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姑父，小倩儿。献丑了，来，街坊邻居们，大家好啊！大热天的都晒屁了吧？晚上回家睡觉啊，赶紧把空调关上，要是着凉受风就完犊子了。我媳妇小米粒啊，说谁是谁是你媳妇啊？不是那个赵刚的媳妇儿，小米粒大姐，我大姑啊，在超市熬了一锅大绿豆粥啊，老好喝了，免费的，赶紧去喝，不喝白不喝，白喝谁不喝呀？谁要不喝就纯大傻子。还大傻子？行吗？我说王小倩啊，我像你这么说吗？啊，他让我学你吗？你这学我了？这是演小品呢吗你呀、啊？你可真能行啊你啊啊！你没学好，再接着学。爸爸，哎呦。妹妹，哎呦，刚子哥，哎呀，这是在哪买菜去了？啊，可不嘛，买点。哎呀，小月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一个人拿这么多可不行。怎么，老公出差了？哼，前两天出差去海南了。哦，哎呦，他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没事吧？别提了，这天天喝大酒，身体还能好啊？刚到海南。就水土不服了，哪跟您似的呀，身体这么壮实。哎呦，那个你把菜给我，我给你送回家去，好不好？这么大哥，你帮我抱宝宝吧。啊，我们家大宝贝儿可喜欢刚子叔叔了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叔叔抱，叔叔抱。哎呦，这宝宝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呀，你看这宝宝长得多好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越长越好看了，真的，你看。得了吧，哥！你说我们家宝要长得跟您似的，浓眉大眼的多好啊，可惜了了，跟他爸似的，鬼头蛤蟆眼的。哎，这是我的，我还没冲完。哎，行，冲吧冲吧，拿着冲。你这手机，你回咱卧室去冲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这是我家？我知道是你是人家不是客人嘛，对不对？咱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咱俩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啊？我都饿了。你那沙发客协议里边也没有我给你做饭这一条啊，不做。什么意思？坐，马上坐啊！哎，你给他对付一口不就完了吗？我做那玩意儿你都不爱吃，我能给他对付得了吗？这是从哪儿找的姑奶奶来呀？你签的协议咋结束把我卖给他了？人家来了你就热情一点呗。咱俩在那儿磨叽什么呢？给你配一点儿。哎呦我的天，那儿看见了吗？那儿有方便面。对对，自己看自己看，爱吃不吃。钱抽缝。我钱顺缝。我不管你怎么缝吗？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互相管吃管住最高水平，你就给我吃这个呀？小姐，这就是我们家最高水平了。
我们俩真的不会做饭，我们俩不做饭。啊！我现在就要逮饭，我要逮饭，要逮饭，要逮饭！哎呀，别嚎了，你协议里边可没有在我家嚎这一出啊！对对对，但是你再喊的话，我给你扔出去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你是不是得打听打听我二姨子是谁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你，你那些破玩意儿，我都给你复演出去。哎呀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赶紧救命啊！赶紧救救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谁呀？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？谁呀？前任班的姑奶奶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来，你咋不说呢？你家里还老钱。过来，过来。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挺年轻啊。哎，什么老姑奶奶？到咱们家来住的沙发客。哦，是沙发客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就是上次那个三米粒找的那个沙发客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那是沙发客，这，哎呀，我都气死我了啊！哎呀，我要逮，我要逮，我要逮！他不逮谁呀？他要吃饭，他，我告诉你，别吵了，再吵今天我给你给撇出去！谁来了？管人饭吃，对吧？甭管甭管，我来做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，好吧，孩子？这什么？你会做啊？我会做。那你给我来锅麻辣烫，炸个 QQ 鸡架，来个双皮奶，再整个丝袜奶茶，够了。丝袜奶茶，这我没不我不会呀、啊，我平时也不穿丝袜，还没把你丝袜脱了，我试试。哎妈呀，你笨的呀！那算了，什么好歹弄点就行。哎，那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孩子，我呀刚才给我爱人做了点饭。他没吃，你来吧，这可好了，你看，高粱米水饭好吃极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尝尝尝尝，嘿，哎呦，高粱米水饭，你看，来来来，好不错不错。什么高粱米水饭呢？这不就高粱米熬的粥吗？人家吃什么长大的？人家吃不了你这土东西。孩子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粥，这叫珍珠翡翠粥。养颜的，你看他那皮肤好吧，他就是喝我这个珍珠翡翠粥，可养颜了。尝尝怎么样？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，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？我就问你，不是回家吃饭？我不回家吃饭，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？你丫回不回？站住！小米粒儿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？啊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？管我吃不吃饭呢你？你告诉家里人，我今天不回家吃饭，我咖啡馆我谈生意，你管不着。是啊，小姨夫，哎，小米粒儿，有病！小姨夫，我没说你有病，我说二姐夫。谁？钱志峰。钱志峰怎么了？谁让他怎么了？最近就跟吃枪药似的，逮谁跟谁吵吵。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，冲我一顿喊。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，莫名其妙。把我臭骂一顿，我正找他呢，人呢？他说上咖啡馆了。上哪儿？咖啡馆。我去收拾他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家吧，没你的事了。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，回家吃饭。啊，好嘞，我走了，小姨子。收拾不了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也不能怪。这个钱顺风吧，你想想，生活压力太大，那一个大公司。那么多人都归他管，生意呀、啊，什么签合同啊，什么报表啊，所以说压力大，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。等我到了咖啡馆，我先收拾他再说。圆圆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啥也不喝。哎，最近咋了？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？
郭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。啊、哦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。啊，我们不让坐。坐下，那没人。哎呀，云儿啊，啊，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？我不饿，我吃过饭了。能不能不闹？凶恶、恶毒，演这个？对谁呀、啊？钱春芳。他咋了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一言难尽。我跟你说，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，你就什么态度对他，明白了吗？态度是，他最近来我们这儿就跟谁欠的钱似的，烦人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。行，哎，不行，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，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。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，哥给你补上。行，扣怎么受死？哎，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。待会儿别打起来、哎、放心吧，他打不过我。帽子有点歪了，调一调。哎，我待会儿啊啊，我过钱春芳、哎、走后门，这也能过去。好，这怎么盯着你呢？好了，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啊。我知道，给我，你放心吧。好了，云，这两天穿我这个西裤咋这么逛荡呢？你咋不拦着点大姐呀？这不废话吗？大姐那体格你能拦住了啊？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大姐在这家里说啥就是啥。哎呀，行了，把这都收了吧。啊，我给你个惊喜。那就不用收了，这都是大姐的活儿。来，收下你的惊喜吧。自己看。哎 呀, 哎呀，这是啥呀，顺丰啊，包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、嗯、这包治百病啊。我知道。哎呀，顺丰，你瞅这小包的小质量真不错呀，是不是、啊、那关键是你太会挑了。挑？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啊，这包可挑不了。啥意思啊？这包全世界就这一个。真的假的呀？那我跟你说，这应该是意大利的。你咋知道呢？你这写着呢吗？这不就塞波罗？你可别扯了，你还会意大利文？你个扯淡！提贝拉科萨，那有了那才说嘞，那里亚塞内那多。Buona tempesta, bella la festa, paliegana festa, che bella cosa na yulna, te sole. 意大利原文，我的太阳。我的天哪，顺亨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意大利的，哎呀，来吧，老公，啊，我都背上这小包了，啊，形容形容我。哎呀，我形容形容我媳妇儿啊，哎，这小包一背，四个字的成语，说，独一无二，漂亮。不过就这个牌啊，我是真没听过。你塞破罗，这个就我跟你说，塞破罗应该是个人名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是一位制包大师，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的制包事业。哎，那为什么就这个包它是独一无二的呢？它独一无二的肯定就有故事啊。故事是这样的，这个塞波罗先生，哎呀，这个塞波罗先生92岁高龄的时候生病了，就躺在病床上，左手打着吊瓶，右手拿着针在缝你这个包，一针一线，当他缝到最后一针的时候，他这个吊瓶也滴完了最后一滴，然后他就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包还有这么一个凄美的故事呢。那个顺风，媳妇儿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哎，孩子腻歪呢。哎呀，不能拍，不能拍！哎呀呀，这孩子干啥呀？哎呀，这孩子干啥？不是，你俩是不是两口子？是啊，是啊。那怕啥呀？接着抱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两口子怕啥呀？就是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家人们别忘了加入我的粉丝群，下播以后跟你们一起玩微乐家乡游戏，亲友娱乐就用微乐。对对对，而且还免房卡、免下载，地道的家乡玩法。对。咱们下播一起